昨日，知名爆料人吴美诗爆料称，导师王杰在《中国星力量》节目中，因对选手过于毒舌，已被叫停下课。一个多小时后，吴美诗再次发博称，王杰下课的原因与他此前狠批选手胡俊明并将之淘汰有关，而胡俊明是担任中国星力量梦想大使的成龙的徒弟。是跟那个我们的大使成龙一起待过吧？因为他有时候演出带好一堆徒弟，是不是你是其中一位？是他的那个新七小福组合里的一位成员。此前新七小福之一的胡俊明在中国星力量现场遭到导师王杰、杨钰莹、魏巍的一致淘汰，其中王杰的点评最为严格犀利，并狠批胡俊明拿话筒的方式极不专业。你们不要学某一些自以为是巨星的一些歌手，你不要以为他那种动作是好看的，那是一个非常不专业的歌手。有消息表示，从下周开始，王杰将不再担任星力量导师，但在最后一期里会出现。昨日，王杰在微博里也疑似承认下课。我是个就事论事的人，没有所谓的毒不毒舌，更不会为了收视而刻意去毒舌。如果因为如此而在中段消失了评审之位，直到最后结尾才出现的话，我也真的是尽力了。身为评审人员，是要对广大观众有所交代及负责任的。对于观众们，我无惧万夫所指，但求问心无愧，因为我是我。娱乐99整理报道。